是，你说跟我有啥关系啊？咱们打会儿先见。点了怎么没反应啊？他可能要进一下。反正能玩儿。这你妈啥情况啊？好了，我得把音乐关了，操，忘了，妈的，没把音乐关了。操！怎么音乐还响呢？村民们似乎互不太了解这些事情，还是去明书门找月姐姐吧。咱们看一看啊，什么？寻找荆棘大王。天地游是什么东西啊？女二，这是女二。曹，是曹哥，曹李哥告诉我的吗？等我和曹李哥长大起来。感谢萨九的六张办卡，非常感谢。咱们买点东西去怎么样？真是出息了啊！杂货铺，铁匠铺在旁边是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值得买。强化武器，能不能强化？医生，看看我这打了30年铁的手艺，肯定是仙剑七啊，对吧？仙剑，现在它是我想象中的武器了。仙剑别的都过时了，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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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一种。看看我这打了30年铁的手艺，他能卖什么东西啊？只能强化，不能买，可能得需要制作一下。叔叔不爱吃水果吗？瞧看一看呀！看看买点道具，止血草啊，清君丹、清创药，买点买点。我现在有多少钱啊？我他妈的没钱了，操！
我为什么就是110块钱？好穷啊！他去搜刮搜刮吧。走。瞧一瞧，看一看呀。你说凶兽会爱吃水果吗？咱们是直接做任务呢，还是出去四处转一转？女二，哎，哪个剑是调出队伍来的？忘了。有一个是调出，有一个剑是调出队列来的，是哪个剑来着？妈的，有一个剑是调出队列，妈的，我忘记是哪个剑。看一下，好几天没玩，他们有点忘了。T 啊 ，T 是掉的。我看看他的技能是什么。这个女的不知道厉害不厉害，有人知道她厉害不厉害？咱们做任务去吧，不搁这扯犊子。今天怕是有灾祸临门。新鲜好。明术门。没事。这是干天地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先不管了。糖饼哎，先去做任务，走。走你，去明术门。仙侠派的真人你见到没有？你不会又想问？有了风车，希望小红的身体可以快点好起来。你看这个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这是个法师是吧？那个上神医还在洛家山附近，也不知道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上山，等下问问月姐姐，她应该听说过凶兽和上神的事。上山，差不多也快半年没有和月姐姐见面了呢。半年了啊，早知道就多带些灵果来。这他妈都半年了，这太夸张了。我记得上次不是刚前两天刚见的吗？一转眼就半年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这是关节，没啥用。就是让你看一下此地的风景。哎，你看，你们看啊，这其实做的挺好的，咱们有一说一啊，这做的不好吗？我感觉在国产游戏里已经算很良心的了，是不是？咱们不能跟国外的比，在国产游戏里是不是算很良心的做的还可以，我感觉。战斗肯定不是回合制了，是动的，你自己移动的去打，不是回合制了。秦妹，月姐姐，秦妹，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小林还是这么精神啊。哎，他又加入队伍了。带白墨晴去出房，走吧。这怎么还有人？我这两天正准备给你写信呢，正好就来了。哎哎哎！
哎，厨房是可以烹饪，好像。先去厨房吧。这他妈不是厨房，走错了，不好意思。厨房在这边。修吾，在神界平时都吃些什么呀？饮清泉，食清气。哎呀，那多乏味呀！见过月掌门。见过月掌门。这是晚辈给您带来的竹叶清茶。哎，太客气了。客气了。啊，这是我明术门新进弟子修吾。修吾。新弟子。修大哥，幸会。修大哥，幸会。晴妹，今天怎么过来了？后面会有飞的。师父来参加仙盟大会，带我同师姐一起来。他知道我们好久没见了，特准我可以来明术门住几日。师姐，我们何时出发？仙盟大会。晴妹，你难得来我家，可惜我等下要去北方。北方？去北方做什么呀？机缘巧合得知长白山上有一处裂风谷。仙兽？那里似乎有一仙兽。裂风谷？正是。你知道那个地方？三个要一起了。月姐姐，那里冰雪天险，环境严峻，如果遇到暴风雪很容易迷失方向的。那里的环境我熟悉，不如我和你们同去。嘿嘿，也好助你一臂之力。我没道具了，我不会打不过了吧？寻仙灵兽非同儿戏，你美或许有危险啊。我该关键没有钱。月掌门安心，我自小修习仙侠术法，一定可以帮上月姐姐的。哦，差点忘了，师父说来找月姐姐时可以顺便打探些消息。他师父就是七七。前几日这附近有位神将出现，除去了凶兽呢。天师门的掌门说那神将就在附近清修。难道是男二号吗？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位神将啊？要不就是修吾。晴妹。我师弟修吾就是那名神将。啊，原来是这样。切记啊，就算是有修吾在，要是遇到危险也万万不可逞强啊。嗯，知道了爷爷。我会形影不离，不让师姐遇到任何危险。飞行系统开启，按下 N 键可快速飞行。咱们看看能不能烹饪什么东西。做菜，确认用餐，取消饮品。选择一道菜，不让选，不知道为啥。啊，选这里。经上限增加100点。自由度还可以吧。战斗结束后获得金钱。做菜。啥意思呀？这啥意思呀？为啥不让做呀？谁知道为什么？谁知道为什么不让做啊？
妈的，什么意思啊？谁知道怎么弄啊？啊，又能吃好吃的了。啊，好像是材料不够。边走边吃有些困难，还需练习。为什么要练这个？啥意思啊？它是，哦，食材可能不够。感谢四二九的两架大飞机，非常感谢，谢谢四二九的两架大飞机，感谢四二九的五架大飞机，非常感谢，谢谢四二九的五架大飞机。好像食材不够是吗？就不行。刚才是食材不够是吧？仙剑，对的，仙剑。我看看飞行系统是什么，出去。他那个道具，怎么给人食用啊？吃了就是食用是吧？他必须要用特定的那个什么才可以啊？要飞到长白山是吧？有一个支线任务，咱们要不要做一下？我看看远不远。咱们要不要先把支线任务做了？可以先把支线任务，仙剑七，对的，仙剑七，反正可以到处飞。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哦，他那个食材还有时间限制呢，我操！为着突如其来的共生和一个不是他那个食材怎么为什么还有时间限制呢？离大谱啊！月姐姐你别担心，我刚刚已经传了书信，把事情跟师父说了。师父博学多闻，这个为什么知道？等我们事情办完你就同我去找他。吃食材还有时间限制。我也好一阵子没去仙侠派了。坐下是吧？可以。我喜欢吃你们峨眉山上的灵果呢，但时间可能一会儿就没了，白吃了。等我就打个 boss， 不过无所谓了，咱们去坐一下吧，或者回来再坐一下。小鸟啊，哎呀哎呀，小鸟一看我来了跑了，还挺逼真。支线任务在这边啊。仙人会遇见，那他们还聊吗？寻找荆棘大王，老李这下可有的受了。小池子，寻找荆棘大王，庆叔来了。哎，这有个东西好像。其实你要把这个游戏里的所有道具都找到，其实很难的。这你妈支线任务怎么这么远啊？看着很近。他呗，芋头真好呀。打败他。来吧。他好像只能控制一个人，其他人是自动攻击是吗？把信物交给谁？没了，
他是把信物交给谁，他没有显示，没有显示就是没了，回头再给吧。没有显示支线任务，是什么？飞吧，走吧，走长白山，长白山走你。啥意思啊？长白山。哇，好美啊。头晕啊，头晕你就看我玩呗，你自己玩头晕就能看我玩。我还好吧。一开始头晕，玩惯了就可以了。我一开始玩3D 游戏也头晕，玩习惯了就好了。这啥意思？还我得摁一下是吧？他每次切画面有点慢，可能不知道是我电脑的原因还是游戏的原因，每次切另一个画面的时候读会读有的有点慢。看见就好冷，看见他画的这个就好冷。你们不冷吗？我看见就感觉好冷。月姐姐，我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落脚，等风雪停歇后再上山。对了，晴妹，你师父派你出来是想了解修吴的事吗？嗯，是的。月姐姐会不会怪我？修大哥的事怕是要保密，我却来打探。人界出现神族是何等大事，真人从大局着想进行查证是应该的。当然是帮月姐姐找冰先生，是我自愿的。所以啊，我还要感谢你师父把你派过来呢。其他人是自动攻击是吗？他这个模式是三个人打，其他人自动攻击啊。且留步。招一帮山匪劫掠，家传玉佩被抢。无意中听闻山道上有处山匪的藏宝之地，能否烦请诸位前往一探，替我寻回玉佩？罗伊，既你知其所在，为何不自行前往？我只是一介弱智女流，若再与山匪，恐难以脱身。也得深山中还有妖怪，可难玉佩是我唯一家传之物了。呜呜。我只是一弱智女流，祝你，请诸位务必小心。这是个支线任务吧？咱们要去帮他夺回珍宝吗？这他妈也太远了，待会儿再说吧。先把那个主线的做了。哎，几位客官，外边天冷，快到炉边暖暖身子。店家，这风雪何时能停啊？这得看山神的心情了，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山神，
店家，我们初到贵地，想往山上裂峰谷一探，您知道路怎么走吗？哟，这个季节那裂峰谷从来没人敢进去，客官你们要去做啥呀？啊，我们确有要事，还请您为我们指路。好吧，等风雪停了，出了客栈往山上走就能看到。据说裂峰谷深处有一座冰晶窟，山神就住在里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去找山神的，我们就是要干他。店家，能向您请教山神的事吗？啊，那是我们长白山的守护神，现在各地凶兽闹得那么厉害，可从来没在这儿附近惹事儿，都是多亏了他镇着。百年前啊，根据一位有幸偶遇山神的猎户所述，当地百姓还请画匠绘制了山神画像呢。我们这一代家家户户都张贴山神画像，有他庇佑，我们这儿才能这么平安。哎，小店墙上也贴着呢。哪儿呢？我看看。乌黑手啊，亮亮亮！调查，就这是山神画像是吧？我看看这帮屌毛干啥呢？不管他们了，调查一下。画像和仙兽志上描述的形象十分吻合，莫非就是他？外面风雪不知何时停歇，先去找掌柜要个房间休息吧。与店老板谈谈，走。乌黑手啊，亮亮亮！房间里不能跑。店老板谈谈，谈谈，谈一谈，操，这个是店老板是吧？客人要吃点啥？店家，有房间可以休息吗？真对不住，这大风雪天啊，本来要上山的人都走不了了，都住下了，还有一批贵客早将剩下的房间预定了。要不三位客官先找个位子休息会儿，大老远的赶路也不容易。那么。给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好嘞，二楼还有雅座，三位客官请。哎呀，外面天寒地冻的，客官再来点什么暖暖身体。我要疙瘩汤。疙瘩汤。师弟，你呢？都可。给我们来三份疙瘩汤。客人要吃点啥？到二楼寻找座位。没想到山野小店生意这么好。这里来往客商多，山农猎户都在这里歇脚。这个屌毛，收集信息什么的，搞了很方便呢。把师妹给勾搭出来了，这个人是不是？上去，上去，上去！这风雪太大了，还是休息的好。这是二楼吗？什么吩咐？二楼找个位置。这位自称山神的灵兽，什么点儿？《仙剑奇侠传》啊！此仙灵兽能与凶兽抗衡，其实力必不亚于西渠之流。西渠已经被干掉了。根据仙兽志记载，此仙兽乃天地寒冰之气而生，已有数千年修为，人世间罕见。他会是月姐姐先祖的那只仙兽吗？不错吧？是见了方知。那明树门的那只冰仙兽是什么样的？先祖和冰仙兽相处近百年，依靠与他共修，成为祖师爷之后最有望成仙的人，可惜不知何故，先祖终究没有成仙。他去世之后，冰仙兽就不知所踪了。明树门的藏书记载，因为先祖过世，冰仙兽伤心过度，不愿再留在明树门触景生情，因此深藏荒山，避世而居。真感人。如果他真的是那只仙兽，
这次也一定会照拂你吧？但愿如此。他先祖好像救过那个先手。外面风雪停了，雪停了，上山了。对，我们走吧。疙瘩汤呢？说好的疙瘩汤呢？疙瘩汤没有了。不是疙瘩汤吗？一碗疙瘩汤喝下去，不少东西，整个身子都暖洋洋的。这就喝下去了。晴妹推荐的果然不错，真行。叶姐姐喜欢就好。正门走，这边好像还能买东西啊，有包，有卖东西。能买东西吗？客人要吃点啥？看看，啊，可以做菜是吧？上面有那个卖东西的，他是卖东西的吧？务必小心。以前来这里的时候，没感觉出他是卖东西的。难道是因为我习惯了南方的气候？瞧瞧看看，你他喵的！我没钱，主要是我现在就78。不行，我太穷了，我得出去打打怪了。哈哈。务必小心。我现在看看主视角的技能都有什么呀？他为什么只有两个技能啊？修武已经有三个了，这个有四个技能，要不然咱们让他当主 C 吧。我看他的技能啊，三味真火，远程攻击，五灵轮转，开启火法，雷动九天，让他当领队吧，感觉他好像更好用一点。走，过去。我为什么？我操！我已经要死了！我突然发现，交给我吧。什么情况啊？这他妈的，我怎么感觉操作起来好夸张啊？他妈莫名其妙被干了两下。这为什么要死了？啥情况啊？我怎么感觉这么难打呀？打个小怪都这么费劲吗？那个谁可以奶？他是有奶属性的，他能自己奶吗？
气量术。这为什么这么弱啊？打两下都就不行了，这还怎么打 BOSS 呀、啊？这个女的感觉还是，我操！这个女的好像是远程攻击的。又要死了吗？不，这个女的也太弱了吧！她好像是远程攻击的。你看，她是远程攻击的，她不能靠近，让那个两个逼去靠近打是吧？她就离远点。我才发现她是远程攻击的。这不能让他靠近，打打怪。你看他是远程攻击的，他不能过去。让他俩过去，他俩是近程攻击的。你看他站在这儿就可以打了。妈的要死了！你没有能回血的技能吗？他只能给自己回血吗？我吃血，我他妈没有血，我穷的不行，还吃了一会儿没了。你以为我很富裕吗？是能吃，但是我不富裕，关键是我要富裕就无所谓，我又不富裕，穷的不行，钱也没有，他喵的。穷的不行，我以前玩仙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穷过。我以前玩仙剑真的就随便，我在想一会儿怎么打 BOSS， 那什么打 BOSS？ 我操，你怎么突然之间从这边出来了，大兄弟？小隐还没睡呢，我死了就回城了吗？真的吗？那我咋办呀？我现在想升级，升不了，先走吧，先看看。我离远点，躲着他们点，让那个两个人上去。快跑，快跑，快跑！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去！快跑，快跑！闪现！哇，闪现！快跑，快跑！哎呀，我操！坏了，坏了，完了！我真死了！那他死了怎么办啊？能也复活不了。他只能是尸体跟着，他复活了吗？我看看。啊，把那个怪打死他就复活了，但是没有血。睡不着，可以看看我打仙剑，挺好玩的。我怎么才能？关键是他那个回血技能。那个女一的回血技能不能给别人回，只能给自己回。以前仙剑都有一个群体回血的技能，我操，是什么？
哦，这男二来了，这应该是男二。等等等等等等，兄弟有话好说，别用剑吃我。为何跟踪我们？哎，不是，不是跟着你，这是男二，是跟着他。小青，啊，他认识他。阿友，你怎么在这里？这个男的好像是这个女二的舔狗，这位兄弟凶得很。又是你，他不是敌人，放开吧。我现在需要找一个群体能回血的技能。这么巧，你也到这里来了。我就控制这个法师吧。来找你啊，让那些人近身攻击。不能陪你玩，我也有正事要办啊。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我想着没人能拦我气呢。还有我，三游，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你可不许添乱。哎呦，月姑娘，你就不能放过我？哎呦，阿尤，你快回去吧，让师父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又会生气的。哎，对了，这么远的地方，你是怎么跟来的？我那是只能控制一个人。又开始飘雪。法师，我控制法师吧，法师可以远程攻击。万一暴风雪再来，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三游，我劝你还是……啊，人呢？不会是妖怪变的吧？算了，走吧。啊，这就走？我怎么感觉是妖怪变的呀？以前他一向神出鬼没的，用不着担心他。嗯，好吧。这个桑游简直越来越离谱，要是让真人和你师姐们知道，他少不了又有火。我们都拿阿游没办法。这个呀，他就远程攻击。娘去，你看他只有一滴血，能不能打打怪升升级啊？给我回满。这个人会跳哎呦，你刚才躲到哪里去了？不是啊，我是山神。对，山神是只大老虎。又被打死了。又被打死了，好像，但是那个小怪死了以后，他又能回过来。没有什么回血的技能吗？我是吐了。三味真火，雷动九天，这应该都是近身攻击啊，火器，远程范围攻击，近身攻击。三味真火，抠死我算了。那没办法呀，我现在没有钱。他有没有回血的技能？实现攻击。那个谁只能，那个女的。女一的回血技能只能给自己用，不是只能给自己用。啊！快上，快闪，闪避！你姐姐挥剑的姿势真漂亮，是因为明珠在。别漂亮了，人都快没了。
肯定要打 BOSS， 存一下档吧，存不了，不让存。按记载所示，冰仙兽就在前面了，可这里被极强的法阵封住了去路。退后，它会自动退。师弟，先停一下吧。停一下还行，停一下是什么鬼？看来破这个法阵需要针对其弱点，否则再大的力量也是徒劳。可有办法破除？这冰封阵应是依托于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因此无论怎么破坏都能迅速复原。冰属水，风雷石火土，雷克水，雷克水。如果用足够强的雷灵之力击之，应该可以减缓缺口复原的速度。晴妹，我让巧灵施以雷术，你用雷灵符一起注入师弟剑中。师弟，你准备破开法阵。好。月姐姐，我雷灵符准备的不多，大概只能有一次机会。游戏叫《仙剑奇侠传七》。准备开始的话，就告诉我。来吧，来吧，来吧。进不去了。谢谢月姐姐。这地面很滑，你小心。金兽，有危险。跳下去！滑雪！啊，不对，这是我要控制的啊！我要控制躲开！我操！哈哈！这！我靠！哇！我靠！我怎么突然发现这么难啊？我要被我过不去，单板滑雪是吧？我还在这发愣了，我以为他自己走的，原来要我控制。我靠！这本过不去。要自己控制啊！完了，
哇！别！不要！我还发愣呢。又撞上去了。别慌，稳住。稳住。我去。哇！差点让我脑血栓住。终于结束了。获得什么东西啊？解锁鹏啸天雷。你系统也不在，鹰已发现我。还不能存档？我想存档呀。好像解锁了一些技能，我看一看啊。近身攻击，天方剑女。哇，他解锁了好多技能，有水系的。怎么从、啊、他之前有一个怎么从一跳到这是二那个技能的水系远程攻击，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多技能呢？可以存档，Q 是切换技能。走，这么快就结束了？晴妹，你竟然不害怕？我还是得让他当领队。我从小就喜欢在冰面上。他回马了，对，真想再来一次呢。让他当领队吧。真是厉害，心都快跳出来了，又被冰壁挡住了，要再用一次雷凌。修吾靠近冰晶时按下 E 和将其控制。冰壁附近有冰晶矿堆，可以请修大哥催动散落在周围的小矿石，使其撞击矿堆，矿石中的灵力会在剧烈作用下释放。得换成修吾吧。好，得换成修吾才行。靠近冰晶石，摁 E， 摁 E 也不行啊。修吾靠近冰晶石，并按下 E 可将其控制。两块冰晶石相撞，产生灵力震荡。那我摁 E 也不管用啊。怎么弄啊？靠近冰晶石，没有啊？他写的是修吾靠近冰晶石才行啊！你拿那个女的肯定不行了，女的怎么可能行啊？女的肯定不行，人家写的就是修吾，不可能拿女，就是修吾。绿石头，这个吗？哪个是绿石头啊？
这个啊，这儿这个。这样，都转不过来呀！它有个那个点儿是指上去是吧？但为什么鼠标放下？怎么让他撞击啊？这游戏怎么突然感觉这么难啊？两块吗？它就是，靠近冰晶石还要一将其控制，两块冰晶石相撞。还有吗？没有冰晶石了呀？是什么？烹饪。到头了，没了。这又是进来的地方。在天上。这个吗？你这是这个吗？还能放任务？这样啊！冰壁破碎后，有天光照进来了。我去！还以为是山洞里结的冰。没想到这整个洞窟都是冰晶所造，竟然是这样！有点东西啊！这小游戏，炸冰壁的方法，如果利用两块小矿石相互撞击，是不是也能有同样效果？这可以，可以试。这怎么撞啊？
这怎么撞啊？我操，又不会了。它这有个点儿，应该点上去能撞了。我搞得这么复杂，换人，换人不行，就是要修武，别人连控制都控制不了，只有修武能控制这个。别人是别人那个控制都不控制，控制不了。他要两块冰晶石相撞，你换人的话，他连那个控制都控制不了的。你看他能控制吗？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冰晶石的。只有修武可以控制。好厉害！它这有一个点儿，按理说这个点儿指上去应该是可以扔过去的，刚才就是扔过去的。怎么弄啊？谁去找个攻略帮我看看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弄。加几把点就行，是吗？关键点不上去呀、啊，他自己就放下来了，离谱。离远点，哦，还真的是离远点。那你倒是扔啊，哇，真的，他要离远了才能扔。离远了才能扔。算了，我还是控制这个男的吧，这个女的让她自己控制吧，因为那个女的她可以自己就远程攻击。再找一块，不是得把之前的拿过来啊？月姐姐，刚才在山道上攻击我们的冰锥，会不会是冰仙兽召唤出来的？应该是了。他的脾气看起来不太好。冰仙兽前辈既为山神，必有此地百姓，想来是把进山的陌生人当成宵小之辈了。
等见面之后，我们表面，我想前辈就会理解了。谁打了一下？打一下这么多血啊！这个男的哪个技能比较厉害啊？神木斩，近身攻击。直线攻击，草木库容增加攻击力。那这个天方剑影，天方剑影远程那个还得去拿块石头过来是吗？那石头已经炸了。还有石头吗？没有石头了。但是他前面的石头也都已经炸了。绕过工地。怎么绕啊？不可能绕过去啊，这要砸碎才能过去啊。只有这一块石头了。哪里还有石头啊？不是这个冰壁吗？那这个石头我得拿上是吧？是刚才那个冰壁是吗？但是不管哪个冰壁，总归是要再找一个石头的呀，一个石头是不够用的呀。这有一个冰壁，啥意思呀？你说这个冰壁吗？你是说在这儿放着吗？那然后呢？怎么过去啊？
从哪过去啊？隐形的冒冷气的通道。这吗？过不去呀。你们说的是从哪儿过去啊？这里吗？这不对呀，这不是回来了吗？这是走回来了吧？这肯定是走回来了。你们说的是哪呀？我怎么看不见呀？这不走回来了吗？不是。你们说从哪儿过去啊？我找半天也没找到，哪能过去啊？冒冷气的，我看看哪儿冒冷气呢？你看就到这儿了，你说有冒冷气的在哪儿？哪冒冷气呢？不是，你们老说过去，这哪过去啊？哪有冒冷气的呀？是这儿吗？这能过去吗？这过个鸟啊，这不可能能过去。这不可能过去。你就说现在我往哪边走吧，比如说我现在就在这儿，你说往哪边走？就现在这个位置，你说往哪边走？怎么找不着路了？往上看，你是指哪儿？你就是指缝，你就是这儿吗？这不是往上吗？这怎么走啊？能上去吗？你就说这儿是吧？这怎么上去啊？能那他走不了，他要能走早走了，这怎么走啊？人家死的。另一冰冻，哪有另一冰冻呀？哪来的另一冰冻啊？这也是死的，怎么走？你说半天你也没说哪里，这里怎么走？
这里你能过去吗？这里你也得破这个冰才能过去，没有就一块石头怎么破？冒冷气，哪有冒冷气啊？这就是往回走，你就说现在我在这儿，你说怎么走吧？头上一个大石头，你说这个吗？你是说我把那块，我把那个拿过来，然后去扔那个石头，是这意思吗？扔不了呀，他如果能扔，他会显示可以扔的，他会显示投掷。这个吗？啊，这个倒是可以。我靠，我终于的，那还是得砸才能出去啊！不砸，这好像也不是。这只是个，我看看啊，这还是出不去啊！这只是能拿这个宝物，但是出是出不去的。为什么？啊，这有一个。啊，那还是不够呀，石头，这有一块石头。那还是要过之前的那个冰啊。你这个地方迟早要过的，这个地方我看有没有。再砸刚刚那块。刚刚那块是哪块？这块吗？然后呢？他妈砸完就没了，白砸了。还砸吗？砸哪个？砸这个吗？这也砸不了。冰壁往左边看，是这儿吗？是不是这儿？啊！我操，这玩意儿这搞得这么复杂，操！不是，这他妈搞得也太复杂了吧？整套娃是吗？给我整套娃！这又出来一个兵，整套娃。你他妈能砸了他？你上那边拿去。墨迹才这个游戏的乐趣吗？太滑了，找找其他可以通向石台的路吧。我怎么感觉我晕了？为什么这么难？
怎么设计的如此复杂？这边能上去吗？不去。又要去找石头了吧？这没有。挑战一下，夜灵洞中也能进去，反正夜灵洞还没搞。这是个小游戏是吧？哇，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太难了？我他妈挑战不了，我就不挑战了，行不行？不是，我操！你晕了是吧？没事，晕了正常。我都晕，别说你了。哎！我靠！不是那块叶子是往哪儿走的呀？我怎么没看见那块叶子之后？哎！我操！哎！这他妈是哪儿啊？横着的时候跳。啥意思？他好像要跳到那个边上那块石壁上是吗？我他妈主线还没找到呢，我就先去做这个去了。
哎呀！这么有志气，也来挑战一下叶灵宗吧。哎哎哎，他应该是跳到左边那块石头上是吧？哎，这怎么跳？这怎么跳啊？这往哪跳呀？这往哪跳啊？往上跳是吗？可能还得跳回去。从那边应该能跳上去是吧？对，应该还是从那边。从那边跳上去。找一个时机跳上去，感觉好像跳不过去的样子，忒远了吧？这能跳上去吗？这真的可以跳上去吗？我感觉跳不上去的样子呀。你们觉得能跳过去吗？还有这三个，我要跳上去。哎，我感觉跳不上去，我再跳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操，你别，这妈的，我不行，越着急越不行，不能着急，慢点来，慢点来，慢点来。也来挑战一下叶灵宗吧。我要吐了，兄弟们。这对于我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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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适合玩动脑的游戏，不适合玩动手的游戏。这块真的能跳上去吗？我怎么感觉跳不上去的样子呀？不是，这块真的能跳到上面那个叶子上吗？这边有三个叶子，只要跳到这个再跳那个就上去了。但这个真的能跳上去吗？我怎么感觉跳不上去的样子呀？能跳上去吗？从哪个位置可以跳上去啊？感觉就没法跳啊。能跳是吗？我观察一下。啊，算了，他妈不要了，气死我了，生气了，跑了跑了跑了，这也不知道给什么宝物，不要了，我不要了，我怎么走行不行？关键现在我主线都不知道怎么走，我现在主线还不知道怎么走呢，现在主线还没一个不知道怎么走的。看看主线走不走吧，太难玩了这个游戏，我估计一会儿打 boss 又得打半天。
不过玩游戏嘛，肯定对吧？体会这种。这啥？这走回来了，好像。从哪儿过呀？我又找不到，这有块石头。把它放回去。那边也有石头，但那边那个石头我不知道怎么拿。哦，在这儿呢，我看见你了。还差一块石头，刚才我看见一块石头了，那石头在哪儿拿呀？没迷路，就是刚才那块石头过了，你看那个冰兽你已经能看见了，看见没有？哎，刚才我看见一块石头在哪儿呢？刚才我不是反光看见一块，你看你看，这不是就在这儿了吗？看见没有？就它，但需要找一块石头。哎，刚才那块石头我是从哪儿看见的呀？这上面啊，这能上去吗？这得上去啊，从哪能上去的？想想啊，是要砸这块石头。感觉也太好，好多石头啊，到底要砸哪块啊？我看见好几个，这有一个，先砸一下试试吧。应该是把这个砸了，然后从这上去。但是，这好像就是那个地方哎。砸的这块好像没有什么用了，这还是这儿啊？那砸了那个石头没有用啊？这边。好晕啊，走下面。我怎么感觉自己把自己绕晕了。这是我上来的地方吧？啊，这是我上来的地方。走这儿是吗？不是走回来了，我靠！那我砸那块石头有什么屁用啊？
还有什么？最主要是那儿有块石头没拿到。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砸？这个，他必须要把这块石头破掉。砸了这块又有什么用呢？走下面吗？下面是死路。因为我他妈晕车，因为我晕车。从哪儿走？从这边吗？这边不是刚才走过的吗？这边就绕回去了。你看，这不绕回来了吗？我该砸的都砸了，这个也砸了，然后这边也砸了，就是这儿有一块石头可能需要拿，但这块怎么上去呢？这边走过了，只能从这边走了。我看地图了呀，但地图也显示不出那个地方在哪儿啊。那你说往哪边走啊？这有两条路，一条是往上的，这就是刚才那儿，然后那就走另一边。我真的是要被绕晕了，我要疯了。这往哪儿走啊？这不是出来了吗？这就是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我蹦出来那个地方，你看就这儿。现在就是要把这块打开，因为这个冰兽就在这儿，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打开。这边我看见有一块石头，但是我拿不到。这上面有，不是这儿，是啊，这边。这边怎么上去？从哪里能上去？这能上去吗？这上不去啊，它只能到那边山洞。这边能蹦过去吗？我看看，好像也蹦不过去啊。回最开始的地方，最开始那你就退回去，那扯淡的呢。这有石头，这个石头好像一直有，但是还差一块石头，就差那个刚才看见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我不知道怎么过去。你看，这可以放一块石头，但是还差一块石头。这儿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怎么上去呢？你们知道，谁知道怎么上去啊？我找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上去。夜灵洞上面是吗？那行。
对呀、啊，就是那个地方，这蹦上来的。回头。到底是哪里啊？说的是，怎么给自己绕晕了？你说这里吗？这里就下去了？你是说这里吗？你确定你说的是这里？这个石头我已经砸过了。这个拿不了，这是块死的，你怎么拿呀？这块石头我已经拿之前的砸过了，就这块石头还有对面那块石头，这两个石头我已经砸过了，知道吗？这块石头我之前就砸过，它砸开以后把上面那个洞破开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这儿有一块石头，你只要把这块石头拿过来就行了。你看，你又不是，对吧？你所以说不对的。你现在要把这块石头拿过来，因为这边有一块石头。我现在一直就是找怎么从这儿上去，这个地方我一直上不去，没法上。哦，这他妈能直接上去啊！我他妈还找呢，人家这直接就能上去。我操！哦，原来他妈直接能蹦上去啊！真行！他原来直接就能蹦上去，真牛逼！这，我就是要拿那块石头，这应该可以了吧？我靠，存一下。来吧兄弟，先聊一会儿。这直接就开打吗？不是，这是个小兵是吧？这是 BOSS 吗？这好像不是 BOSS。这还不是 BOSS， 这是个小兵。谢谢月姐姐。原来是一帮小兵啊。就在前面。好了，我可太难了。没有剧情吗？不会直接就开打吧？得有点剧情，我估计。
来者何人？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冰仙兽前辈，晚辈来此地，是想求见于您。叫我山神。是，山神前辈。好，能走到此地，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有点能耐。求见本山神，所谓何事？说。晚辈为明术门弟子。你再说一次。明术门，明术门有仇了。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山神大人，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明术的贼子，竟敢出现在我面前！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山神竟是明术门，他依旧是先祖的那只玉龙，他为何如此愤怒？山神大人，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若我们哪里做错了，还请告知。您不是同本门仙子共修多年，情谊深重吗？为何心口雌黄？犹记当年，他与我同仙灵兽约定共修，共享灵力，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没想到后来，明术的不孝贼子贪得无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从玉灵身上抢夺灵力，妄图加速自己成仙，将我等还有此事修仙的祭品，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还有此事，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忍气吞声，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才得以重获自由。什么？共修多年，情谊深重，可笑！贼子们真是有脸，将史实黑白颠倒过来。如今，你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明术门，过去竟然如此不堪。月姐姐。坏了，他怎么进来？你们快出来！月姐姐，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快走吧。啊，好吗？此兵库于冰仙兽得天独厚，不宜久留。好，走不了了，估计。嗯。这就对了，滚远远的，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要干嘛？明术贼子还不滚开！我脏了我的眼。要他们两个人打他了吗？火。神木斩，感觉要打他了。山神前辈，您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明术门曾风光一时，但突然迅速衰败。门中传说，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才令明术门式微。我却一直无法认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但门派凋零，派中秘心多已失传。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
没想到竟是如此，谢谢你。方才您提到了束缚之术，巧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是我的家人，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她，还请您，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哦，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却不知此为束缚御灵之术，强取豪夺非我所愿，过错已犯下，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那就这样吧，还望山神大人成全。哼，果真如此，自是最好，你且听好，然后照做。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万物有声，通玄其名，以无之精气化空明之刃，斩无相桎梏，断无形枷锁，御灵归附，命气乃除。这样就好了。是本山神小看你了，灵兽后人，灵兽族幼子，你已自由了，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什么？你不愿离开他？灵兽族幼子阅历太少，无法分辨是非，速来本山神这里。去吧。山神前辈，您这是何意？无需多言。师姐小心。完了。孟章，灵兽族幼子，你竟如此想要保护他吗？巧玲，多谢你。我明白，我们并肩突围。就算你自雷灵中而生，能克制本山神，山神修为远高于你，断不可能再次输给你。晚辈愿意为您出门。
弥补一切过错，请前辈饶过我。灵兽贼子，纠缠不休，莫怪本山神无情。咱咋死了？一个人怎么打？鸡鸡，小心，蓄势待发，必应。好难打呀。这什么被动住了怎么办啊？
气梁术。我操，这好难啊！我他妈早知道选简单难度了。区区仙兽，这什么？过不去呀！又感觉他妈根本打不过去，死了再重来吧。那个人已经死了，剩下一个人更过不去。不是这个有什么技巧吗？我想换领队也换不了。没有什么技巧吗？打个这游戏还有菜不菜的，还不速速离开。这么危险，他都能别说后面。师姐小心，他蓄势待发，必有意图。他那个大招是有，
山神面前放肆。不过一个人打不过，已经没有能使的东西了。他为什么不能？我不能用别的道具呀？啊，可以用是吧？他是威士使用道具。妈的，被冻住了。重开吧。啊，太难了。小心，蓄势待发，必有一统。